告诉你啊，猪八戒的，凡是不外金朝上的黑猪没有皮的，胡三藏不给皮，剧本料，凡是皮的都三百多斤的黑猪，你们买去吧，那胡三藏都不给皮。看看啊，咱们今天杀这头大黑猪，原装两倍。看看。屠宰都没给皮肉，皮我不让皮，还得手皮开，还有锯本料呢。原来是怕你把屠宰场的锯跟本料没皮呀、啊嗯。看看咱这都大白猪呀，这大哦，都是多少斤的？这大猪是？五百。这个是五百，五百多斤呢。这是六百九吧，六百五。这个摆的是六百五左右的。这是五百。看看咱这两头大猪大不大？黑猪五百。黑猪是五百的啊，五百斤猪，这个猪咋这大呀？你看媳妇儿俩关系怎么样？这猪秃噜的，这黑猪不是每个黑猪秃噜的寸？没毛。是没毛，这皮咋这样？一根杂毛没有的黑猪，这是。是，我说这皮儿不漂亮了，今天。秃噜猪是有点热。哦，我就是这个原因，每天不这样吗？那不是咱这是。嗯。这不挺奇怪的。看看咱这大黑猪啊。多大？五百。五百斤的大黑猪，这是昨天下午新抓那个。这是650多斤的大白猪啊。看看咱这猪大不大，肥不肥？来，洗啥的啊？这小猪肉那不咽吃了吧你？猪头房都叫不出来一条了，在外四只。给妹妹扔了，这三个给猪没扔呢，这是。昨天都一猪大猫了。吃了，来，上我直播间看看咋样？来肉吧。哎，对。还有白猪，黑白都有。黑猪真漂亮，五百斤买这大个猪。我告诉你，猪八戒的，凡是五百斤朝上的黑猪没有皮的，屠宰场不给皮，剧本料，凡是皮的都三百多斤的黑猪，你们买去吧，连屠宰场都不给皮。